谢大家，我们后面有请。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？你们有买票吗？又爱你们，爱你，Uncle， 这样子，你们到底想怎样啊？哦，怎么有这样的呢？有朋友问说是哪一张？刚唱那一首是哪一张？哪一首？那一首叫什么？哪一首？刚刚唱了多少？快乐一点，快乐一点哦，哦。我等一下再回答你，好吧？你喜欢这首啊？好，你不要被那首骗了，那其他都不是这种，就那一首这样而已。安口要唱什么？我按自己跳舞。你在那边？台东人。台东人啊。这张专辑啊，是我回台东以后，我们台东有一个很棒的公务员，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做什么事情，他就帮忙找了一些经费做了音乐创作人。那我现在要唱的这首《停在那片蓝》这个歌呢，就是这个公务员写的歌词，他跟我们一起参加创作营又交出来的一个作业，然后被那个佳佳、浩英、佳佳那个佳佳，还有两个朋友，把它变成一个歌这样。那里曾是一片自由蓝。是压抑的暗红，树枝绽放着一个个美丽的人，许多都是落在树根下的所有痛的错的苦的蓝的成为两人。所有痛的、错的、苦的、烂的，成为养分。放着一个个美丽的人，
的错，被你的乱的成为两分。左右动的错的负的乱的成为两分。天哪，谢谢国兴邀请又来嘉义表演，非常谢谢大家。后面有去哈，拜拜。